妖姬，喜欢玩妖姬啊。呀，无敌！想 A 我 A 不到，哎呀！哎，你先去，我先，哦，叫算了，无所谓。哎，你先去边路刷一会儿嘛，我中单单一会儿嘛。喂，你先去边路发育嘛。那个，这里有眼。有机关，我先，你先去边路发育嘛。你上了两级，我就可以给你走了呀。来，留个排眼，这里眼。怎么说？这样。四秒，三秒，一两级我们就可以杀人了呀！呀，细呀，奶泡是真的细呀！我给你先出一个那个，刷眼，杀人！上！加速！呀，太香了呀！吃塔皮六哥，我杀了人吃塔皮。我们上你身去哪里？干，虫子！等我。呀，前期还是有点弱，拜拜。我给你出个香炉，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要吃塔皮，来。啊，上你先。太肉了。我要吃塔皮的，冲动呀，学生们，不能冲动呀！你要等我一下。就动的一永远一不到我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心态贼差，炸裂了！我要吃塔皮。等会儿吃嘛。先不理惹他们，我现在战力太……太打懵了。
你出个法官，现在光杀人打皮，得吃那五十五层塔皮，不好吃。我们这种打游走的不太好吃。 我可以吃一下。哎，你们要守啊，兄弟们！大的，大的。你怎么死了呀？我刚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 笑死我了！我他妈都插到家里了。这交通，这交通好生气啊！我的，你不要那么焦灼嘛！我的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 没必要，不用理他了。杀他！哎呀，太生气了！啊，皮都没死。 顶翻的，我操！What's up, bro？ 兄弟们，你们赶紧发育啊！我们他妈一直在杀，对面还能一直推，带线发育啊！你也等我。 我操，这万豪有点猛啊！他们把塔皮都吃完了，他们太肥了。等我一下，刘哥，那我先上吧。不行，你不能选辅助，你选辅助，他妈我们就只有一个人能打。 没事，我马上无敌了。
人不能出五就行，五就行不好。我们要为了同期杀得快，要把他出走。换装备了，来一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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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操！我他妈要回家了。加加加！来冲！这他妈都踢不死他！这个小老家，拿不了荣耀，对你妈逼，对我们他妈一直在那杀，我们的兵线还永远在他妈家里面，我们要去带线，他妈这把早就没了。没人，我们这把没人能带得了线。哇，贼恶心。不追压机了。
兄弟们，你们就在家里面玩，你们都别出来，好吧？你们都别出门，你们就在家里面玩，就在家里面玩，就守兵线。兄弟们，带线守家，把装备发育起来。中路线，你们别出来呀！加！你们能搞定他吗？我们推了，这不我们推了，他们三个人能搞定。
加速！杀到我哥了，刚杀。要拖家去了，这波兵线，这波兵线他处理不了。爽。